机车骑进地下道，一路畅行，继续往上骑，准备离开时，下一秒，侧刹车声吓坏所有人，原来是前方骑士突然停下。换个角度看，紧急刹车之后，后方两台机车也跟着急刹。一名骑士看不下去，破口大骂：“因为不给停，在个人彼此的关系之间，造成这些危险性。进入暗的地方的话，都会有视野盲区嘛，所以其实都很容易撞到。”20号上午，民众骑车行驶在新竹溪大路的地下道时，前方骑士疑似为了躲太阳，突然停在地下道的阴影处。所幸后方骑士及时反应，紧急刹车，否则可能造成连环追撞。本案将依行政程序通知相关人员到案陈述来厘清事实。如有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将依规来裁处。民众气得将影片PO网，不少网友看了直呼真的很夸张，有够危险，怕热就不要出门，这个可以检举。而警方也呼吁，如果无故暂停车道，可以依法开罚，最高36000元。只是再看一次，为了躲太阳停在阴影处，差点害后方撞成一团，实在让人捏把冷汗。三新闻张浩义、黄世涵新竹台报道。